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陈。Hello， 我是李轩。Hello， 我是宝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老师。Hello， 我是小杰。Hello， 我是宝儿。Hello， 我是大元。哇，这一次组合刚刚在这个，其实我们在整个舞台上面有走过一轮的感觉，怎么样？今天好像舞台还蛮大的耶。对，其实我们很期待这一次的表演。那这一次的合作其实很开心 ，JP 跟 Popular E 算是第二次的合体合作，所以说其实默契上我觉得已经更有一点好的默契，对，有底座 ，OK 吧？还蛮多的。对，所以还蛮期待明天的表演。对，当然今天在这个现场，其实除了刚刚彩排之外，刚刚听说也有这个两组艺人也准备了这个水果要护送对方嘛，有代表这个非常顺利的荔枝，还有这个哇好运旺旺来的偶来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递上这个水果，是分别是荔枝代表顺利，那这个偶来当然不用说了，就是旺旺来了。那我们让这个媒体朋友们稍微先拍一下照，每个人都拿到吗？OK， 好，那我帮你们收一下麦克风，好吧？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比较，那我来帮忙拿，谢谢。好，太多麦，来帮忙拿，来。你是真的跌倒啊？因为我是刚刚没有看到，我是听工作人员讲说整个跌下去是这样。我没有看到那个高低差。啊，有，那这样子，明天这样子，万一如果这样黑黑的 ，OK 吗？会不会担心，想说，哎呦，明天要特别，我不要走第一个，走在后面比较安全。啊、真的吗？对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对，刚刚在彩排的时候啊，我们这边发生一个，算是我们出道到现在第一次听到蛮开心的一句话。因为那个升降呢，算是今天第一次 test 嘛，对是。然后原本是我们要升降的时候跟 Pop Lady 一起汇合，然后请到这个小舞台来就是做表演。没错。但刚刚还升不起来。怎么了？他说他们三个太重。哦。他马上就三位太重了。主要是反而还是很开心的。哦。所以这个肌肉量有增加，对对对，感觉就是哇，那很壮这样子，对，其实还蛮开心的。不过这个三位男生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光对于这个上上下下啊，然后走，而且这个届时听说后面还有很多 dancer 舞者，听说是学生朋友们，哇，也是练得很辛苦，很勤奋，对，到时候会一起演出。我们也非常期待明天这个2014的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即将登场。我们希望呢，这个 Pop Lady 跟这个 JPN 的演出也相当精彩，之外也要顺顺利利才行。谢谢 JPN， 谢谢 Pop Lady， 谢谢。那我们媒体朋友们进行。